我一直到读高中是台高职嘛，就百年当的绿色隧道。我四阳学院，台寮楼，来民雄生活。我国小就读高中国小，啊，国中读民雄国中，到高中才去嘉义市念书。这整个到国中之前，我全部都在民雄生活。但我们那时候比较常做的事情，应该是在台湾卡吧。即马是这个七月份的期间，啊，我在家己的时候，我拢会想要唱这条歌，因为咧讲咱家人的故事。虽然是咧讲家己饲的，咧讲这林秀妹、林秀梅，但是伊家己的家己的历史，家己的家人历史有点做伙。林秀妹是这个。日本时代的这个牙医，也是那时候日本政府来做事业。啊，卢炳坚是那时候牙医公司的。那林秀妹是他的老婆跟老婆的妻子。啊，在二八事件的时候，他就是卢炳坚就被抓去枪决。跟作为在历史课本上看到陈诚和潘博士这些人是同一批被枪决。但是我就在想，活下来这些人。我要把债还，我们要让你退休吧，这样对生活怎么继续走下去？我就从那个角度，写这首歌。那什么香蕉花？其实我看到很多他的口述资料，我有画的有几个，他看到卢炳坚回来了，好像灵异事件的故事一样。然后成功，什么基尔西亚，来登来，后来买来家了。啊，我的手工，那这次你一定要啊，会林兄妹的一个，会那个扫墓时那鬼东西是，还是那些水来摆这种，一个人胸有牙签，啊，跟这个人，我是什么感情？别讲，阿天啊，我知影，你是别个等，你讲你等啊，人心不转转。看看我看到你趴在桌顶在哭，迄阵我就知影你是袂孤单的。咱的目镜就是阿爸的光，你看到阿爸在你眼中晃动，迄阵我感觉知影你是永远永远。我不是古早一款苦情的查某人，你感情的片我有看，双重费用三千块，我蛮厉害，六万算办法，厝内大大细细，现出时拢平安平静，只是我想。那个当时，真会惊死人，天干情苦。阿庆啊，三生四故，你都来感动，只有平安。三千块，我已经有，你嘛有够
下去，穿一寸一寸，你是亲人啊，你是好人，是靠阮，是靠阮，你有伫遐。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西啊西，转啊转。Oh, yeah.